三管齐下，要了命，大全套。喝口水吧，是等会儿啊，不烫。喝到了吗？喝到了吗？再喝一口。啥？他喂水啊，手动不了了。疼，疼，疼，疼。高一点，疼。嗯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这个对啊，配合不够默契。给你弄个粉，先吃点，先吃点。先给你弄点吧，不然你打这个，你等会打那个药，胃不舒服的。浑身已经很多地方在疼了，我不能再加个胃疼。对呀、啊，你最好吃两口。这有点难吧？看看肉，我、哦、还可以，可以比那个水顺利。有没有那种操你姥姥的感觉？那我好开心啊！操你姥姥，我要喝汤，喝汤，喝汤。再来口，大口酥。哇！大口吃过瘾。哦，这有鸡蛋。就这样吧，结束了。你再吃口粉吧，再吃口肉吃。再整块，不了。你确定你有饱腹感了吗？不然你等会打那药胃疼。哦。再吃两口。我平时也没看他吃这么多东西。我们再吃三口。真不吃。那再吃一口。有一种饿。饿，有一种饿就比啥吃的你饿。喝口汤，结束啊，好，下班。